来，小心，小心。你看，你看。小心，小心，哎，小心哦，哎。你不起来吃，我很容易弄哎。哎哇！这边给我看一下，要给我转过来给我看一下，嘿，好，来，好，继续继续。放进去。嘿，放进去。再两糖，对。哇，又一颗。好，来继续继续，看哪里还有，可能要去后面喽，要去后面。到后面，到后面。啊，这边也有。啊，这里也有。哇，上面也有，好。哦，上面比较大个。好，贝贝，捡个蛋，捡一颗蛋就好了。哎，对。哎，好。喂，轻轻拿。哦，蛋这样拿，哎，我这样，蛋这样拿，这样拿，哦，这样拿，嗯，来，我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来，拿进去放篮子，放篮子，稍微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放篮子。那个刚好昨天寒流来袭，那今天天气有点就是放晴了。那我们农家的话，就是为了让北北他们就是生活上都非常的舒适，我们今天特别带领了北北到那个刚刚有到北斗的一个正式农场，刚刚有去就是让他们跟小动物来做互动，然后有跟有喂食鸡啊，还有一些梅花鹿等等，还有捡食鸡蛋。那今刚好现在顺便就是来到社头一个那方的温一个露营的园区，那么主要是带北北到这边来做一个泡脚池，就是让他们在这边可以泡泡脚。刚好在这寒冷的冬天呢，透过泡脚的活动，可以让他们的身体血液循环就是更加的好。那也就是趁机就是走出来户外，可以散散心啊，让大家都可以非常的开心。哎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希望就是说农家路后以后都会持续规划相关的活动。那也希望就是我们透过活动的办理，让长辈们都能够很开心的在农家生活。北北泡脚有舒服吗？好啊，好哦，喜不喜欢？阿姨呢？阿姨呢？过去我要脱鞋子啊，脱掉啊，脱掉就脱掉。这不还好多？刚转过去了，我转过去要脱鞋，我都脱掉啊。不要啦。我把这个发给我朋友。